邀请一下，就是他的企业里级啊，来就是办一场展览，这个插画展在我们南昌这就是成立29年多了，还没有展示过这样的以插画为主的展览。那我们希望业界这么优秀的插画特色，能够带给我们偏乡、城乡国中小学生啊特别的一个启发。就是办这个啊，就是插画展，想要达到的。对的，对，他也算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还有成长的空间。相机自己募款所成立的一个馆，我想希望来宾应该给我们一个鼓励吧。你在外面就是我们文教基金会民国83的成立，我们的乡亲募款先是租了房舍做办公室，可以展文化艺术的学教育，接着买了这块地，现在旁边那个小画也是我买下来的，如果我们可以接受，我们会扩建第二馆。好，那么陆续我们又募，我们的副董事长也是创会发起人，来张副董事长，我们跟大家，那么我们也很自豪，我们有这么一个文教基金会，能够来推展南山的文化艺术的教育。那今天，我们在进入主题，我们今天非常难得邀请到喝过杨牧师啊，那么留学美国四年，加州医学毕业的，回到家里，我妈妈开设广告设计公司，非盈广告设计公司啊，来担纲设计的挑大梁啊设计。那么今天策展这一档展出一个阴影，那么杰宇小姐她的妈妈就是老板娘啊，这些东西就是在去年接近年底的送的这个新年贺卡跟董事长，董事长一看哇，我们同城非常惊艳啊，我这个是谁设计的，我很高兴，我女儿留学美国加州艺术学，她专攻插画，那我们董事长说，因为插画我们成立29年多来没有展过以插画为主的这个艺术展，那是不是能够来我们这边展出啊？那杰宇的妈妈当然也说很高兴啊，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女儿展出一展，我们非常高兴啊。好，那么杰宇妈妈又提供杰宇的几件作品的照片啊，还有他的画册，大家可以等一下就翻阅哦。他已经国中时代就已经开始在设计画册了哦。那董事长说：“对对对，哇，太难得了，就要我就策划这一档。”那么我想，我们应该以热烈的掌声来简介与鼓励，好吗？那么谈到杰宇今天的主角。
也只有美术班才有他的才艺课。那揭开的主角，我有跟他打过招呼，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来为我们解说你今天展出的主题四分之三的海水龙，还有你的插画的特色啊等等这些啊，我们的来宾都很好奇，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来宾都不要客气啊，都不要客气，如果对这个画风还要送各位来宾来肯定他来鼓励他的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家庭好吗？一份纪念品。这是杰宇设计的杯垫，上来烫金的书签，好，还有他的卡片，他设计的卡片，他设计的一些卡片。那么他的像这个什么，哦，这是他的名片，这是特别设计的，哦，他的卡片是吧？好，谢谢。好，那现在我来介绍今天的贵宾哈。这杰宇说拜托我来介绍就好了。那有几位大名鼎鼎的老师，啊，我在家也有接触一些艺术界的老师们，所以我有认识。那如果我不认识的哈，就说抱歉。那杰宇要我介绍的，要特别感谢的是啊。来，我们嘉义高中王德和主任，啊，王主任，欢迎。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基金会啊。再来，嘉义高中邱九伦老师，哇，张上来，邱老师，我们昨天来过，来，邱老师，这边留了你的位置，贵宾座啊，张碧云老师。是华南高商广告设计科的老师，是杰宇水墨画的啊指导老师，那么也担任过嘉义市美术协会理事长啊，来过我们这边很多活动，那有很多贵宾，大概都是第一次啊。再来要介绍一下，张秀老师，南韩国中张秀老师，他说很会讲英语吧，也是杰宇的恩师。再来介绍一下下潭国小阙校长，可能还没有到啊。那么综合国小连校长，各位好。省六国小吴校长，大家好。欢迎吴校长，欢迎。北上国中洪校长，好，还没有到。那等一下到了再补充介绍啊。蒜头国小许校长。也还很大啊，谢谢。三和国小蔡校长，大南国小谢校长，谢校长，大家都要带领全校的学生们过来，让现在的国中小学生有所启发啊，这个美术教育哈。富邦人寿由校长退休了，富邦人寿李校长，哎，欢迎。林口国小张主任，大家好。来，张主任，还有学姨，最亲爱的家人、阿姨、姐姐，啊，阿姆，挥挥手，阿姆，啊，大家都是张主任的粉丝，祝我们春节前，啊，是，还有爬山队的哥哥姐姐们，学姨特别要介绍，哎。还有林医师、周敏先生、学康丽，好，在警戒服务的，可能还有到啊。还有老样子邻居陈国辉先生，还有他的在警戒。富邦人寿区经理陈俊伟先生，来，贵宾很多啊。所以的高中同学、学学校的朋友们，请跟大家挥挥手好吗？那么今天我们的董事长，哦，对，这样介绍贵宾，我们文化观光局新任的局长，啊，二月份到任，本来答应，啊，因为也很重视这一档展览，本来要来，
结果临时改变的行程还是来了，但是在梅山山上，随着翁县长要推销梅山的梅花季，但是不认识广告设计公司的老板，但是看到杰宇的这个成就，我说要来欣赏。结果香港那个地方经理，他说会晚一点到，那么来我们再介绍。那五道观光，我刚刚提到我们董事长叶医师，他有三个医生儿子，今天派了两位代表台湾医界去东京参加马拉松比赛。那么他今天诊所就不能看诊了，就由我们叶医师，我说照顾梅山乡亲的健康是他的责任，所以他。即使是在诊所看的，所以就请我们副董事长来。那我现在先正来服务。欢迎欢迎。那我想，我刚刚还没有介绍到的，还有哈，这个都有送花来祝贺啊，是吗？因为那个先生都已经到了，还有嘉义市广告工会陈理事长，嘉义市医师工会理事与常务理事，嘉义三农会总干事黄书显啊，还有县议员陈信明啊，乡民代表陈清友、陈建友啊，乡民代表江谢景庆啊，嘉义市长黄永辉市长送花啊，那么我想。再来，我就要邀请我们副董事长先来敬欢迎酒。其实我很少上来讲话，所以我会紧张。啊，很高兴哈，我代表那个梅山文教基金会，非常竭诚的欢迎那个李美艺术家叶学宇小姐哈，叶学宇插画家来。我们梅山文教基金会展示他个人的插画展，然后也在这边也非常也要感谢那个杰宇的那个妈妈哈，那个林董事长，辉宇企业的林董事长哈，用心的栽培那么美丽漂亮的那个女儿哈，然后那么有成栽培她那么有成就哈，来梅山来帮助我们的那个梅山文教基金会展示这个，我希望。这个展示能够很成功，然后也那个感谢各位贵宾都能抽空来参加这个展览。那祝各位来宾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徐院长小姐，青春的大门徐小姐。提供这一档优质的展览，很有特色的展览，谢谢你，很用心，很用心，谢谢。特别要邀请到这个王德和，嘉义高中王德和主任来欢迎。贵宾大家好，那前于上个礼拜去我工作室找我啊，然后跟我讲他这一档展览啊，那我看到他印了几张。作品的卡片，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他跟我说今天要请我致辞，我跟他说不行，因为我知道，他妈妈的关系非常好，所以今天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贵宾，但是后来我想想，我说好，那我帮你致辞，那我今天来致辞其实，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当然。杰宇是我们嘉义高中美术班毕业的孩子，那他在高中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优秀，他的导师邱九仁老师也到场了，